天道盟盟主铁霸曾盈富在2016年因为拘禁凌虐一名建商被判刑14个月，去年入监服刑，而今天是他服刑期满出狱的日子，现场来了好多辆黑色名车迎接，场面相当浩大，警方不敢大意，动员了大批警力前来戒备，连宜兰县警察局局长都亲自出马压阵。几十辆黑色轿车出没在宜兰监狱附近，警方不敢大意，逐一检查身份，就连警察局长也亲自出马压阵。麻烦出示证件哦。这么大阵仗，是因为这是黑道大哥，也是天道盟盟主铁霸出狱的日子。天道盟最年轻盟主，号称铁霸的曾盈富，2016年年底因为不满一名黄姓建商积欠他的妻子1600万元，教唆手下到黄姓建商公司楼下堵人，还将他强行掳走，关押囚禁3天2夜，遭法院判处1年2个月定谳，并在2022年9月入狱服刑。服刑期满14号这一天，铁霸重获自由，亲友们出动近20辆黑车迎接，其中还有3辆要价不菲的劳斯莱斯。警方则动员70位员警，更派出4辆警车，还有4辆侦防车戒备，场面非常浩大。以事先约制告诫，事中严正执法的态度，落实人车管制疏导。严防帮派分子有滋扰。由于铁霸晚上会到台北市中山区的餐厅参与大嫂的庆生晚宴，警政单位也会持续掌握行踪，提前部署，避免帮派分子惹出生端。记者宜兰综合报道。